实哈多补充一下这些哈天然的水果哈蔬菜青菜，这都是对身体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等一下你们要不要吃呢？跟各位报告哈，我们今天是没有新增的病例。西瓜是我们的农民非常辛苦的心血了，这代表，我想这是代表我们农民的一个丰硕的成绩。好，那我想各样的农产品都很好，青菜水果这一类，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情况下，其实多补充一下这些天然的水果蔬菜青菜，这都是对身体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等一下你们要不要吃呢？哦，没关系，我想这西瓜真的是很漂亮了哈。目前职棒联盟大概初步先以逐步来增加这个入场的人数，那用统一出入口的方式，那座位的安排可能就会去把它散在看台的各地。那另外是像体育活动跟餐厅的部分，我们早上有先跟相关部会做过一些讨论。那以职棒为例，目前职棒联盟大概初步先以逐步来增加这个入场的人数，那用统一出入口的方式，那座位的安排可能就会去把它散在看台的各地，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先大家早上是先做过意见的交换，那请他们在今天能在下班前就大家所提供的相关意见再汇诊回来指挥中心，我们再请地方也提供一些意见之后，然后再做最后的定案。